计时起飞。活动检查好，计时起飞。原阳山洞活动检查好，起飞。五分钟，五分钟。我们采取多种战术动作，规避敌方雷达的稳定跟踪，然后通过不断调整飞行航线进行突防。八百千米，好的，发射。将多个训练科目高效融合，使得飞行员可以根据战场环境，灵活运用空战战术，熟练掌握多种武器的使用。八号组长，发现可疑目标，保持状态，持续跟踪目标。我们随机设置跟踪监视、电磁干扰等突发情况，检验完善多套训法战法。报告指挥长，十二号目标发现可疑接触，可疑目标已丢失。二号目标恢复接触。三、二、一，攻击完毕。增强了飞行员敌情绪、战场应变和协同作战能力，锤炼了部队航空反潜作战能力。